漩涡作为刚上线的新英雄，长得和黑洞比较像，拥有很强的魔法伤害。这英雄的技能 CD 比较长，二技能60秒，三技能35秒，所以基本没什么人玩。不过这英雄非常简单，容易上手。这把对象老夫子的话，临时开吧，毕竟他是上单之王，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漩涡。首先我们来看他的一技能，和真姬的二技能类似，有一点不同的是，漩涡的一技能可以全图覆盖。比如你在这里打野，释放一次一技能，对面就会被天降陨石砸一次，这招也叫天外来物。有时候打打小兵，就会有人头收入囊中，非常的好用。哎，咱们家的核心输出被抓了，这可不得了，后期可全靠公孙离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上路清个兵，可以看到漩涡的资源速度那是相当快啊！哦，好险，光看下路去了，差点被小兵单烧。四分钟直接入侵近的野区，在当前版本下，近可是很无敌的。一般情况下我可是不敢反他的野，不过这次有瑶妹在，那我怕个灯啊！虽然脆了一点，但近也是双拳难敌四手。我的妈耶，不愧是近，就放了一下连招一 A， 就把我和瑶妹瞬间打残。这把我们怎么玩呢？可全靠你了，公孙离，赶紧发育，我拖住他们。为了公孙离能好发育，我也只能冒死一试了。去下路高地一头五，像我这种愿意贡献的好队友真的不多了。希望射手赶紧起来吧，不然这把我们可难打了。嗨，险胜。